他的眼神锁定我，却咬一口这苹果，全身从里面爱生物，别挡壁画和笔书。袁坡分享了一段在高中时期放学留校画画的片段，结果袁坡一时兴起，直接在教室里大秀舞技。班上有这样的同学，上课一定很有趣。IG 账号底线 Fred Fong 底线021一日前上传了同学在班上大唱爱情恰恰的影片，只见同学拿着麦克风忘我表演，精湛的歌喉与舞姿引得台下哈哈大笑。